5.7 电脑，系统环境设置，蓝牙。7.7打开蓝牙，按键分离之后，按键分配，进入配对模式。进入配对模式，蓝牙也里底闪烁。点击接口比模入，画面上就会出现数字。在键盘上按照数字顺序输入后，点击 Enter 键就能完成配对。